来我们，你们来我也很不容易啊。本来是下周我要去的，是吧？明天上午会开一个党委会，再开一个执委会，我们会成立三个小组，有一个小组就是巡回小组，就是我来牵头，我会到各个职场去啊，到上海去，到珠三角去，到西北部去去啊，面对跟大家在一起。厉总呢，刚情绪稍微有点激动，女同志嘛，啊，这个很正常。因为你们问的问题呢，也是代表客户问的，他也很委屈，他也想这个事情去推动下去。但是我们觉得呢，综合分析下来还是挺要比较好。我来讲几个方面的内容，我们仔细体会。啊，第一，反复讲，我们是受中植集团产品的影响，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刚那个同志讲说，我继续发行行不行？你继续发行能发出去吗？是吧？你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啊，这一周金融市场部一共退了大概有7000多万，7800万吧，退掉了，就不要了。这一周的都不成立，都全部退掉了。啊，剩下的，比如说我们有一项，剩下大概3000多万缺口，去和政府谈，账上有钱。跟政府谈好，把这3000多万拿回来去压对方的规模。啊，这里面我们要讲，第一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是受中植集团产品的影响。如果那边我们一直讲，那边是不对付的，那边我们是决策是不对付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不对付以后，你们看自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，对吧？自媒体现在这个媒体啊，过去我反正是70年代生人啊，就是马上50，就是。我们过去，我小时候去商场买菜是没有塑料袋的，买菜的时候是要拿一个钱把那边给扔过来一个，就铁丝上扔过来一个夹子，你在这边拿到再把钱夹上去再扔回去。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时候，那个若干年前信息是很闭塞的，很多都是没有电子的，但现在我们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个自媒体是很厉害的，而且这些人都是他讲这个可能买这信息回去，他要自己要活动，他不实的宣传，所以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压力。但是我们是坚持不给他对的。但如果那边不对，你这边还在发着，还在对，你们自己体会一下，自己体会一下啊！我就讲这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那么刚好几个同志问，组合有没有对应？我告诉你是对应的，我负责任的讲啊，组合的资产都是对应的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因为现在两大区的业务都在管嘛，新增业务、存量业务都在管。那给我一段时间，我要把这个资产摸清楚，把处置顺序摸清楚，把优先顺序摸清楚。有些资产我们原来是要拍卖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叫以物抵债，改策略。为什么？这个货只有40多亿，原来是你还钱我就走了10个亿，但现在对不起，我不要你给我还钱了，我就要你。为什么我要多拿你30亿？就是你要给我处置资产的时间，正常分几类。第一，有些组合是一对应的，长河系列，我们今天很清楚。宇涛生病以后，我来接这个东西，啊，这几个资产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上海有来福的，对吧？明年的10月份，浦东长河公寓就可以散售了，它对应的是明珠二厂，我记得是啊，它是有学区的，对吧？虽然我们在里面就说我们的工单可能比较大呀，或者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销售策略，我们管理是很好的。两个长租公寓，我们这几个礼拜都是100%的出租率，我去出租都没得住，资产是很好的。那太阳宫百盛项目，我们又续签了10年。菜市口项目，我们准备引入其他的央企进驻，我们出租率上涨，我们价值上涨，这是一类组合，但是一一对应的，是吧？另外一类组合是多对多的，啊，多对多的，在信托会计层面上单独建账的，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个情况，就是单独建账的，这个跟一对一是一样的，同等账的。第三，有的一对多的，可能会出现亏损，但是我们就要把底层摸清楚。但是前面我讲了，所有的组合都是有底层资产的，你问能不能披露，我不能披露。因为我还没有摸清楚，我不是不相信在座的各位，我不相信一些出去把我这些资产说的乱七八糟，导致我这资产贬值的，导致有人上来抢我资产，
啊，组合是一定会一个一个。但是能不能这个一能不能覆盖你那个一，我们要再去进一步做这个工作，啊，这个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啊，好多这里面可能原来处理过华信很多，你现在回来看华信还挺好，是不是？矬子里拔了个高个儿，结果人家后来园区什么都挺好，年报马上批了。啊，我知道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是你给一段时间的华信不信仰，但我不会拖那么长时间。产品我想清楚了啊，组合都是一对应的，啊，有底层的，我讲错了，不是一对，是有底层的，它分三种情况，刚讲过了，是吧？然后你们说没有那么多披露，是吧？你们干信托这么多年，凡是加入中信托财富中心的同志，当时都没有看得起三方，对吧？我们都是从各行各业，尤其从银行来到这里，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突然觉得被抛弃了，同志们没有被抛弃。业务口的同志今天上午8:20进岗，8点开始培训，8:20进岗，接待这些来访的投资人。下午还要回到岗位上去处理他的项目，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也组成了专岗小组，很快会，你给一段时间给我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我感觉这人要来个新说对啊，问杨宇，问这个要见王华清，王华清要能见你们，他还干不干别的事儿？他还面对股东单位，你们要关注一个问题啊，主流媒体上没有任何关于中植中融的不良的报道，这个上面是有明文规定的。四大行所有同学高层都知道，不得转发评论或者是连载任何关于我刚讲的这个的不良信息，是有要求的。为什么这样我就不讲了，他要让你搞，他叫恒大爷，恒大是我的客户，峰值到了670亿，后来我全部处理掉。中融信托是唯一一个在恒大身上挣的钱跑掉的，全国的金融机构里面唯一的一个，没有第二。所以我就想大家一定要稳字当头，一起面对客户。新湖财富有几个副总裁辞职之后这几天又回来了，你们第一你们是不会被降薪的，我们一定要保住大家的薪酬，这个是没有问题，上午打我对的，因为底下有人传说哎，会不会降薪，我要书面落实这个事情，啊，第二个要稳定，要面对客户，安抚客户，一定会对的。数字我不讲，我基本上的身家都在中信托，但基本上亏了2%，但就这样，我的理财经理就在你们里面，你面对就好啊。然后就是要给时间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，因为我要在这里讲，那边就等，就是真的是每天晚上到11:00-1:00，好吧？我就给你一个问题的时间，你说吧。您很辛苦啊，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您前面说的那个组合投资就包括了袁隆荣瑞的这个产品，对，全在里面。还有个小细节，就是您前面提到这个资产处置的问题，我想了解一下，我们所有的组合投资原始投资的周期大概在几年？大部分的资产就是是不是存在这个资产回溯的比较早啊？你讲的那种就是我说的一对多的，后来我们都是因为这两年其实资产减值非常厉害，你可能说到就是说，所以一对多的情况，我们要去再谈谈资产，再去引入其他的合作方案，看看怎么去把它资产，你整个的经济形势在下行的。理解，那大部分是不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种固定类资产为主？联合松主不负责任啊，这块一半吧。理解。那我们大概心里清楚了，就是我之前也在房地产企业，可能我跟你讲，就我就讲，我这辈子基本上就在。一个企业，比之前是提供了我们的客户，因为我们的客户拿的收益有，你现在我们就很怕他四大险房的企业。那个我想能够跟王总请一个那个，请问了吗？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啊。金总可以提个问题吗？好吧，你们要好好的。那个金总，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？你放心吧。这个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现在组合投资会有重叠吗？假设你住金投的项目和那个其实荣雅的项目会重叠吗？住金在住金里面，荣雅在但是他们俩是现在是分开计算，还是两个？我们还在定，但是定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大程度的保护所有人。然后我们这边不都是分各个那个部门嘛？那这个部门之间他们会有协调吗？会协调，是吧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